好的，今天带各位来看一下，台南市西门路这边有一个小北新成功夜市，那我们看看里面有卖什么吃的，跟着我进去逛吧。一般夜市是吃的比较多，那民生用品也都会有。那现在所在的地方呢，就进来。烤鸡蛋糕的。排队的，前面的是女生，后面是男生。这一夜市看起来今天是礼拜五，人潮没那么多，走起来就比较轻松。夏天到了，换个凉被，来这边有卖比较薄的凉被。床包才卖200块，你个人提供吗？那边有一个，那边生意很不错。好啊，还没你知道吗？
现在的季节逛夜市正适合，为什么？感觉外面不热也不冷，蛮舒服的。这是传统的台湾台南的夜市，逛了两排，他这边有两排民生必需品，就衣服啊、杂七杂八的。哇，榴莲出来了！榴莲出来了！卖安全帽也都有。哇，中间这边目前没有人排摊。民生必需品的部分大概两排半。打弹珠台，小朋友的最爱。公益彩券刮刮乐，好的，后面应该都是吃的东西了，我们等会就开始逛吃的。胡椒鱼，这不是吧？这音乐哦，这个状元糕，台湾传统的小吃。冰淇淋，冰淇淋，鱿鱼，烤玉米，2486。再来逛这排人比较多的烤鱿鱼，好香哦，
排肉酥三角骨。因为是用手机拍的，所以说今天拍的话就会一镜到底。哦，这个鱿鱼羹，沙茶鱿鱼羹特别好吃，麻辣烫每串15元。哦，到夜市必定吃的牛排，手工煎饺，豆鸡。蒜香乌龙豆干，香煎小笼包，夏天到了，来一杯木瓜牛奶不错。消魂烧肉饭。哦。这个夜市吃的东西特别多哈。牛排，这些牛排店人比较多。哦，来到台南，一定要吃这种15元一只的旗鱼欧链黑轮，这现做的。好，收链的技巧，把蛋放上去。就这样，还有没有可能当你的家？烤生蚝。绿竹笋，我以为要叫你哎。这三个好可爱啊！好吃吗？我会 po 到 YouTube 上。刚才那三个小女孩好可爱啊！这个小鸟蛋就是这样。这鸡蛋糕排的，
玉米，烤玉米。这间的卤味还不错，木薯卤味，在台南夜市比较有名的。现在还在玩，他无聊了。柳橙柠檬石头饼。发热。臭臭锅。有点像香港的大排档。这炒饭看起来就很好吃的感觉。那不雷。阿三哥的蚵仔煎，很多人在排队。这是蚵仔煎。吃的东西真的很多，非常的多。布雷，
闻的肚子都饿了。炒饭。分东西。OK。还有一个地方没有逛，还有一条。哦，娟娟，高级鱼，我包怎么算呢？你说一下啊。这边在套圈圈的，根本就是一般的套圈圈。钓鱼，小朋友的最爱就玩钓鱼。哇，好准啊。好的，这个夜市呢，光逛一圈，慢慢走马看花。大概要花的时间呢，大概就是要二十几分钟，还不错。我等会要去买一些吃的，准备去买一些有看到人家在排队的卖的东西。看起来这间炭烤香鸡排好像不错。决定了，等一下就买这个。好的，这个夜市就是这么大，刚走一圈下来，花了大概24分钟，还不到25分钟。影片就为各位介绍到这里，我是 DJ 阿周。如果各位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记得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。那因为我本地是台南人，所以说我最近呢并没有离开台南，所以说最近拍的影片大概都是在台南市，台南市区的部分。那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帮我订阅，同时开启小铃铛，那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。有你的支持，有你的订阅，我才有拍片的动力。我们下支影片见，后会有期。